愚公移山，先秦，列玉寇。太行王屋二山，方700里，高万仞，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阳之北。北山愚公者，年且90，面山而居，成山北之色，出入之迂也。据事而谋曰，吾与汝必立平险，止通豫南，达于汉阴，可乎？杂然相许。其妻献疑曰，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损魁父之丘，如太行王屋何？且焉置土石？杂曰，投诸渤海之尾，引土之北。遂率子孙贺旦者三夫，叩石垦壤，基本运于渤海之尾。邻人京城氏之双妻有疑难，使趁眺望助之，寒暑一节，始亦反焉。河曲至叟笑而止之曰，甚矣，汝之不惠，以残年余力增不能毁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？北山愚公长息曰，汝心之故，故不可撤，曾不若双妻若子。虽我之死有子存焉，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河曲至叟无以应。操蛇之神闻之，惧其不已也，告之于帝。帝感其诚，命夸俄氏二子赴二山，一错朔东，一错雍南。自此，冀之南，汉之阴，无垄断焉。译文：太行王屋两座山，方圆700里，高7000-8000丈，本来在冀州南边，河阳的北边。北山下面有个名叫愚公的人，年龄将近90岁了，面对着山居住。他苦于山区北部的阻塞，出来进去都要绕道，于是集合全家人商量说，我跟你们尽全力铲除险峻的大山，使道路一直通向豫州南部，到达汉水南岸，好吗？大家纷纷表示赞同。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，凭你的力气，连魁父这座小山也不能削平，能把太行王屋怎么样了？再说，挖下来的土和石头又安放在哪里？众人说，把它扔到渤海的边上，引土的北边。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，凿石头，挖土，用基本运到渤海边上。邻居京城市的寡妇有个男孩，刚刚换牙的年纪，蹦蹦跳跳的去帮助他。冬夏换季才能往返一次。河湾上聪明的老头讥笑愚公，阻止他干这件事，说，你真的太愚蠢了。就凭你残余的岁月，剩下的力气，连山上的一棵草都动不了，又能把泥土石头怎么样呢？北山愚公长叹一声说，你思想顽固，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，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。即使我死了，还有儿子在呀，儿子又生孙子，孙子又生儿子，儿子又有儿子，儿子又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无穷无尽，可是山却不会增高加大，还怕挖不平吗？河曲至叟无话可答。手中拿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，怕他不停地干下去，于是向天帝报告了。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，命令大力神夸俄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山，一座放在朔方的东边，一座放在雍州的南边。从这以后，冀州的南部直到汉水南岸，再也没有高山阻隔了。注释：列子，这是一部古书的名称，
属于中国先秦时期道家的著作。关于这部书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的列玉寇著的，另一种认为是后来近代的人著的，没有定论。书中记载了许多寓言和传说故事。太行山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，王屋山在山西阳城、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。方指面积，仞古代长度单位，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。冀州古地名，包括现在河北省、山西省、河南省黄河以北、辽宁省辽河以西的地区。河阳黄河北岸。且副词将近，面山而居，面对着山居住。成城，这里是苦于，为所苦的意思。塞塞，阻塞。迂迂，曲折，绕远。聚士而谋，集合全家来商量。是家，汝你，这里做复数看，为你们的意思。臂力凭险，尽全力铲除险峻的大山。指通豫南，一直通向豫州的南部。指直，豫州古地名，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。汉阴，汉就是汉水，阴山的北面或水的南面叫阴。现疑，提出疑问。以凭借，杂然相许，纷纷表示赞成。杂然，纷纷的样子。许，赞同。损削减，曾增，副词，加强否定语气，可译为连。也，常与不连用。魁父，古代一座小山的名称，在现今河南省开封县陈留镇境内。魁魁，丘，土堆。置，安放。且，况且。焉，疑问代词，哪里。赫赫，扛的意思。夫，成年男子。基本基本簸箕，一种用竹片或柳条编成的器具。这里是用基本装土石的意思。双双，双妻，寡妇。疑男，疑孤，单亲孤儿，疑父子。衬衬，儿童换牙齿，乳齿脱落后重新长恒齿。这里使衬表示年龄，约七八岁。衬，换牙。寒暑一节，冬夏换季，指一年的时间。易，交换。节，季节。使一返焉，才往返一次。返，通返往返。焉，语气助词。河曲，古地名，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。叟叟，老头。会，同会，聪明。不会，指愚蠢。其，再如。和前面加强反问语气。长吸，长叹。一毛，一草，一木，地面所生的草木，这里指山的一小部分。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彻，你思想顽固，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。彻，通。愧愧，洁净的意思。虽我之死，即使我死了。虽，即使。之，用在主谓之间，无实意。苦，愁。王无以应，没有话来回答。王，通无。操蛇之神，神话中的山神，手里拿着蛇，所以叫操蛇之神。操，持。聚集不已，怕他不停地干下去。其，愚公。以，停止。地，神话中的天地。感其诚，被他的诚心所感动。感，被感动。夸娥是神话中力气很大的神。父，被错错，同错，放置。朔东，就是朔方以东地区，指山西省的东部。雍，就是雍州，在现今陕西、甘肃省一带地区。垄断，即垄断山冈高地。